短时间能够改变的。我记得像嘉义县陈明文那时候选上县长，整个改制从蓝改为绿，一定要先拿到行政权，这就是行政的优势。拿到行政权之后，来从质变到量变，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你如果说要一下就要量变的话，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苗栗这个所谓铁板一块，你要让它铁板要融化，似乎可能需要用世代去轮替了。年轻世代慢慢起来，老的意识形态要改很难的，慢慢的就是退去，这样的话应该才会比较有可能吧，不然短时间不是很难。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民进党政府或者中央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县市任何一个区块的道理的，毕竟大家都还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所以还是要更多的投入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关注在苗栗，不然的话苗栗永远铁板一块，苗栗永远不会翻盘。那另外市长想再请教一下，就是未来你下一个有什么规划？当然，就因为我去年县长败选之后，我就回到自己的地政室就是代书的业务上。当然了，所以人家说市长，我说我已经卸任了，你应该叫我徐董了。卸任了就乖乖的做好老百姓。那未来的规划，我想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先做好这个本分，看看，因为我具备公务人员的有资格，看看去回去担任公职，还是继续从事地震的业务、地震室的业务、物价室的业务，那都还没有整个定档的。我还可能中央这边也应该会开个检讨会，那到时候看看。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再来确定，再来做定夺吧。那目前就还是先卸票，明天开始展开卸票，然后各个乡镇的这些志工、这些辅选的干部，大家再重新来慰问、来打气，也来谢谢他们给我的协助。我想不要散，输了。队伍还是要保持完整，不要就是散兵游勇全部都散掉，那我们继续努力，大家不要灰心，我总觉得这个才是战士应该有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精神啊，应该不能够气馁。人生也是一样，也不只是全战，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我的人生起落太多太多次，那对我来说胜败也是太多的。那我还是要借这机会特别感谢吴院长这一次给我的协助跟支持啦。那还有很多的乡亲给我的支持。不管怎么样，虽然败选，每一张票每投定这一张票。都是被对这个肯定，我会继续，即便我没有选上，没有办法扩大我的层面，只要有乡亲需要我服务的，帮得上忙的，中央政府这边，我还是会对民进党蔡英文政府这边帮得上忙的，还是会尽全力的帮乡亲。